当演员，你当奶奶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宝宝，我都想哭了。爸爸跟你玩个游戏哦，你现在扭一下扭蛋，往这边转，它有画箭头。好，然后你打开。这是用转的吗？对哦，爷爷。对，爷爷。我看，给我看一下。爷爷啊，爷爷。那你再看这个。哦，好啊，哦。开心了，两鬼眼了，对吧？真的、啊，耶！恭喜爸爸变爷爷了、啊！哇，真的、啊，他讲这怎么会爷爷？哇，真的、啊，很开心，好不容易当了爷爷。妈妈跟你玩一个游戏，你就来蒙我了，你可以给乐乐转一转，这个很像你买电动车，往这样转了，它有箭头。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把它拿出来，可以把它打开。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东西。奶奶，嗯。我当爷爷，你当奶奶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看，真的。真的、啊，对，宝宝，太好了，反正我都想哭了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太好了。哦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跟你一样很开心啊。我刚才讲到说，如果真的以后，尤其是有小孩子的时候，小孩就要跟小孩作伴的时候。因为父母都已经认识信任的时候，那小孩子在一起玩就更好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就问，我刚刚有讲到这个啊。那你有听到开心音吗？有啊，蹦咚蹦咚蹦咚，对啊。这这个又看到右边，右边那个。哦，你们是不小心的，还是已经决定了？也没有，就是顺顺其自然的，也没有必要，也没有。早一点睡哦。有哦，我现在都12点就上床。还有豆浆啊，嗯，站近一点、啊，能够吃了能够皮肤白。站那么开，要喝牛奶。对，生了小孩才会变白。还有豆浆也可以啊，多吃点鱼。